别怕，只是看起来吓人。谁让你救我的？我皮糙肉厚的，挨两刀我也死不了。但是你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万一留疤了怎么办呀？你在担心我，能保护你一次，我真的很高兴。 今天的约会是不是很失败？多多，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勉强的道理，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让你喜欢上我。要不要这么大阵仗啊？ 不是啊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必须24小时和我在一起。多多，我喜欢你，成为我真正的秦太太，好吗？ 老板，你该不会是紧张了吧？当当当当！糟了，时间来不及了。 救护车，你别怕，我现在立刻就打。你听我跟你说，多多，多多，我很后悔。没事，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是你，都是你，你是吧？ 秦朗，这个贱人，不要你偿命！你疯了吧？你装什么好人啊？就是你想害死我的儿子！啊啊！真不好意思，我们农村人嘛，力气大，反应快，没那么好偷袭。你，好在我早就留了后手，一开始就用安朵朵的身份证号办了手机卡，联系了司机。
钱呢也是用现金，从公司地址以安朵朵的名义寄出去的。醒了，醒了。你干什么？秦朗，救我！李薇薇，果然就是你。安小姐英明啊！李薇薇，你是自己去自首，还是我们送你去警局？跟我们走吧。你凭什么说我买通司机？我能证明，你之前和司机的通话，全都听到。秦朗，我才是你的妻子，难道你一点都不顾及夫妻之情了吗？安朵朵，不会原谅你的。秦朗，你别这么绝情好吗？李薇薇，你走吧。我求你了，你别跟我离婚。你自私自利，毫无底线，不仅手段下作，还要栽赃给朵朵，给你争取取保机会，是为了保全秦家的脸面。秦朗，我爱你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如果你还有良知，就把你手里这份离婚协议签了，从此以后你好好做人。闹什么？都是安朵朵陷害我，你相信我？你害得我儿子差点没命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，让他娶你这个毒妇。我警告你，立刻在这离婚协议上签字，否则就你爸那个小生意再也不用做下去了。妈，妈，是由秦太太亲手设计的一对耳坠，起拍价5000元。你怎么拿我的耳坠出来拍卖啊？别急，这么厉害。是啊，其他人家出来拍卖，是这哪有这么多？太少了，5000块，5000块，果然小家子气，但我觉得挺好看的。有点意思啊，先跟五边小店的价格。1万，2万，5万，你看到没？居然卖到5万了！你的设计当然是最好的。1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1000万，但是你疯了吧？应该也值这个价啊，值这个价呀，挺好看的。先生。想吃什么？随便吧。我帮你点吧。Dostaki。好的。